大家好，我是李凯旋，一位立志弘扬学术的玄学爱好者。前一段时间呢，又有一个人问我自己的前世是什么，忍不住想吐槽，还是骗子太少，智商税就是交不够。交不够的可以找我啊，我给你们交税务局，有专门管理智商税的部门啊。刚开的，看前世没有任何意义，对你今生今世没有任何影响，而且对错没有任何的体现方式。你也不知道真假，你说看这玩意儿有什么意义？然后你就开始质疑，是不是你不会看前世啊？会有人谁不会呀？看前世它就是一个小把戏。今天我教给你们怎么看，怎么玩这个小把戏。有个术叫做达摩一掌经，也叫达摩一掌金，在这个体系里面有一个分支，能够推算人的前世。建议只作为娱乐了解啊，使用方法。我先写成文字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怎么具体推算这个人的前世呢？把八字也套进去，然后就是编，对，就是瞎编，编得越真越好。因为你得出的结论学术没有任何的实质的东西去验证，它就是个伪学术。这手上的十二宫就是十二地支，不同的宫位代表不同的意思。子为天贵，代表福；丑为天恶，代表鬼。寅为天权，代表人；卯为天破，代表畜；辰为天监，代表修罗；巳为天宫，代表仙；午为天福，代表佛；未为天意，代表鬼；申为天孤，代表人；酉为天刃，代表畜；戌为天意，代表道；亥为天寿，代表仙。然后这十二个宫位搭配上十个日元，再根据性别、日主强弱，大概可以分为120个方向。我随便举个例子说一下啊，例如这个，我一个道友的前灶壬申、壬子、壬申乙巳，这个是生在1992年11月29、40。查这个用的是阴历，不用节气，就看阴历，不用考虑节气点在什么地方。我来演示一遍啊。这个1992年是壬申猴年，从这开始查到这儿，刚才那个图片上有啊，到这儿就是申，然后11月顺着这继续往下数，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，十一月到这儿，然后29继续往下查，一。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、初五、初六、初七、初八、初九、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，到这儿。然后40，这是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，那么最后的话就落到这儿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年上落到申上天孤宫，月上落到午上天福宫，日上落到戌上天意宫，时落到卯上，这个就是天破宫。最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果：年上天孤，月上天福，日上天意，时上天破。时辰的结果是最终的结果，前辈子就是个触道转生过来的。然后看他的八字，一片金水。日主坐下枭神申金，然后和巳火为财，巳火由乙木生，乙木又是伤官，那就说明他上辈子就不是人。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，是个食草动物，这么多的水，又有申金，申金是什么？代表硬的东西，它又是人水的印，必然是带壳的物种，生活在水中，吃草吃土，像不像个螃蟹、乌龟这种东西？然后就跟他说，你上辈子是东海龙宫的蟹将，潜心修行，修得人身，这辈子若是好生修行，下辈子必然荣华富贵，黄袍加身。不就这样编呗，他又不知道真假，下辈子谁知道啊？可能有的朋友就要问，然后我在哪哪哪遇到一个老道，告诉我我在哪欠的有因果，欠了谁谁谁，然后需要还阴债，需要去还上辈子所造下的孽啊，等等等等。智商税交不够的来找我啊。
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回见。